嗨，宝贝儿，我是小彤，我现在呢正在准备今天晚上去华伦天奴秀的妆容。重点是这个眼睛。这次来主要是参加时装周嘛，然后这会儿的巴黎就是很热闹。今天就是因为去看秀，就是想化繁为简，像在巴黎平常下午的感觉就像去喝杯咖啡，然后很浪漫，很随意，然后晚上去看个秀，这样。有创造的，然后很勇敢去打破的，然后有个性的，展现女生就是不同的美。我马上就要进组了，马对，上我就要这去次法回国。去就进组了。最近我就是在练一些上肢，然后因为马上拍戏有一些攀岩类的，想去挑战一下攀岩，然后克服我的恐高吧，应该是。这个用法语怎么说？Baguette，果酱呢？Goofy，哦，这个太难了，这个。我要是那个艾米丽·因巴黎，我应该就是待不了一天就得被人开了吧。